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，老大，后山是禁地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可全都想好了，就是因为禁地才没人巡逻，而且山里有不少机关，普通门人根本就不敢进来。可是老大，前面有机关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你慌什么？大路是不太好走，不过啊，我有可靠消息。 这山上有条密道，直通山下。凭你老大我的本事，仔细找找，说不定就能发现。到时候从密道走，下山不就方便了？嗯嗯，老大一定能找到的。等出了天山就安全了，这西域可是早就混熟了的。我就不信凭那帮榆木脑袋能找得到咱们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 功法书，老大，你哪里找来的？傻呀你！忘了昨天怎么跟你说的？当然是在谢混蛋屋里找到的了。那这几个月，老大你拿来拿去的，都是……当然是把他屋里的功法书偷出来抄了。那混蛋之前一直防着我，不让我进屋。可自打一年前他下山去，那些狗腿子就没这么狡猾了。 现在啊，只要那混蛋能学的秘籍，咱们也都能自己学了。哇，老大，你太聪明了！哼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天山派看不起咱们算什么？天底下有能耐的门派多着呢。再不济，老子自学也能成才。到时候挣钱还了家里的债，就不用看我大哥每天抄书抄到手腕子疼，还要硬撑着说没事儿，板着脸骂我不务正业。 然后咱们就再回天山来，好好教训那个谢混蛋，出了这口恶气。哦，好。
我姓名麦可芳，你们站住！是执法弟子，怎么办，老大？别慌，站好了，冲他们笑。哦，<笑>二位师兄，上午好呀！你们不去参加大比，怎么到这后山来了呀？你还知道这是后山啊？说，你二人为何私闯禁地？ 哎，师兄，这可不好乱说啊！我们哪有这个胆子？是药堂的周师叔，他叫我俩来采些草药，给师兄们炼药用啊。本派子成立以来，可从没有到禁地采药的规矩啊！哼，我看你们是存心潜入禁地，图谋不轨。喂，就算是执法弟子，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呐！我们只是对着后山不熟，才一不小心进了禁地啊。行了。 你们俩不顾名归，趁着门派大比私入禁地，还和妖物斗争，你以为可以隐瞒吗？寻妖骚动，必是有人夺宝。你们分明是包藏祸心，蓄谋已久。识相的，赶紧束手就擒，有什么话到执法堂去说吧。芳芳，什么？算了算了，实话实说吧。 二位师兄，我们确实想离开天山，只是路上不小心惊扰了那些妖怪，并没有夺什么宝物。顾清明，就算你们俩没有夺宝，可是外门弟子是不能私自下山的，这也清楚得很。师兄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，我和芳芳入门两年，无论是练功还是干活，从不偷懒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可就是因为我不服那姓谢的欺压，年前那门选拔的机会都被他搅和了。 现在我也懒得计较了，只要让我们下山，从此两不相欠，我保证我们绝不跟天山派为敌。笑话，你们进了天山派就是天山派的人，谈什么两不相欠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执法弟子，你俩私自下山擅闯禁地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我会报给师傅的。如果查明确有其事，执法堂也不会放过那些欺压同门的人。 师兄，何必跟他们说这么多？抓回去就是了。你们真要出这违约，不能放我们一马吗？少废话，再不走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吧，可是你们要保证说话算数，回去以后，管我们一个公道。这个字，穆师叔，师傅，走啊！ 糟了，快追！该死的顾清明，别让我抓到你！哈哈哈，好啊！ 前面是悬崖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？亏我信了你的话，你信是为了逃跑，胡说八道。老大没有胡说八道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不用说了，是真是假，回了执法堂自然清楚。分头走，待会我大喊一声下来他们，你就往左边跑，别停，咱们山下见。嗯。怎么，还想耍花样吗？我才不跟你们回去。 就算查清楚姓谢的有错，穆师叔也不会放过我们俩的。这可由不得你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还敢动手？你一第二还能撑那么久，真是小看你了。 师兄，客气了，还是你们厉害，瞧我这剑，都快给你们劈断了。喂，麦克方呢？哎呀，这家伙人呢，不会是趁机跑了吧？不会内门功夫也不能把我一人扔这儿啊？太不仗义了！行了，别演戏了。就算麦克方没有偷袭内门功法，他也一样犯了思考之罪。你抢先对我们出手，这可就东拉西扯。 只是想趁机逃走了。
喂喂，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麦克方我们必须带回，这道红江锁凭你的功力是破不开的，暂且在这休息吧。省省力气吧，我们这就去捉那小子，你们俩谁都跑不了。好了师弟，不要说了，走吧。喂喂，二位师兄别走啊。哎，幸好横江锁无法圈地围牢，只拦了一面，应该还能出去。但愿方方机灵点，在我出去之前别让他们逮了。顺着悬崖好像能爬出封锁范围，这崖上怎么连个树藤都没有？没办法，尽力而为吧。走了。你说这个，是的，这是我的项链，刚才不小心掉在水里的，还给我好吗？哦，我就说老天怎么会好心送我个礼物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给你。谢谢你啊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项链，要是丢了就太不好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呢？我不小心脚滑了，从悬崖上摔下来的。那个，不说我了。你呢？你一个姑娘家，跑到山里干嘛？我是和同伴们从山的那边翻过来的，可是没有找到对的路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山峰里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不好意思，我。你还好吗？不太好，我这浑身湿冷的，上风一吹，真够刺激。我们在那边的庙里搭了帐篷，你要来换一下衣服吗？太好了，那就麻烦你。你是汉人吗？对，我叫郭清明，是中邦人。你呢？看你的模样，像是帕沙人。是的，按你们汉人的习惯，可以叫我阿英。啊，
庙就在那边，我们走吧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咦，这是谁？他从山上摔下来，掉在了水潭里。在下顾秋明，不慎落水，想借个地方烤烤衣服。那里有火堆，我让人给你拿一套干衣服，你先去烤烤火吧。哎，真是太感谢了，浑身都湿透了。关到走两个月才到长安，入关之后且不说，单就这关外可就不怎么太平。那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吗？这个顾公子有什么难处不妨明言，如果能帮上忙，我们一定尽力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有个兄弟是跟我一样从天山上下来的，中途走散了，而且还有恶人在追我们。我从悬崖上摔下来，不知道他现在逃到哪里，有没有被抓住。他现在会不会有危险呢？有可能啊，所以我得去找他。而且这山上有不少机关，就算他躲过了恶人，也可能被困在山上。顾公子的意思是要我们帮你救人？怎么会呢？如果他真被抓了，我一定自己去救。我就是想请你们帮忙一起找找他，你们人多嘛，比我一个人找起来快。老师，您觉得呢？师团时间不多，不过既要麻烦顾公子引路，帮这个忙也是情理之中。
们给你准备一个帐篷吧。哎，别别，我不习惯在屋子里睡帐篷，会憋屈的。这儿不钻风不漏雨，你们借我个垫布就行。那把我的毯子拿给你吧，垫在地上就不会冷了。那多谢你了哈。